好，今天我要来教大家自制 Nugget。 首先我们要准备的材料很简单，需要这个鱼饺、一颗蛋、洋葱、一粒马铃薯约120克左右，还有一些青葱。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吧，把马铃薯去皮，拉切薄片，加上这个小碟，放进去，开电蒸大约30分钟。接下来要切葱，这葱75克左右。